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什么植物呢？就是我最近在网络上买的银麦蒸防藤啊，这个植物是非常的特别。那以前有种过，可是种了一阵子就把它种死了，所以最近我又决定再买一些回来种。我买了两盆，我是在网络上买的。那今天刚好收到货，所以今天就来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赶快来看喽。这个就是我今天收到的银麦蒸防藤，卖家是用抄取的方式寄过来，那时候我也是很担心植物不晓得会不会受伤，还好今天收到的时候是完好无缺，卖家也是包装的很好。这种植物是非常的特别，它的根茎会附着在板子上，它的叶子也会很整齐的贴在板子上，所以一般人都喜欢把这种植物上板子，这样种起来是非常的好看。因为这种植物在花市里有时候不好找，所以这次我就决定在网络上买，感觉还不错，长得蛮旺盛的。等有空的时候想再来跟它上个板子，这样就会更好看了。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买回来种种看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的植物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并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